哎呀妈呀，这又是坐桌子又是挠脖子，我说冠希哥，您这是在凹造型吗？如此不修边幅，怎对得起你那潮流先锋的称号？近日现身北京出席某活动的冠希哥就在休息室上演了其实哥很随性的戏码，虽然脚上那双不同颜色的潮鞋让小编我眼前一亮，但是还是想要奉劝一句，即使咱已经名草有主，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不是吗？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